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文波，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文波地道英语词汇。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马戏团相关。马戏团在英文叫做 circus， 这个 US 是一个名称对，它并不是美国。就像我们说仙人掌叫做 cactus，cactus。那么 circle 是一个圆圈，那么我们说在马戏团就是 at the circus。circumspect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spect 是看 ，circle 是圆圈。你呢？往周围看一个圆圈，实际上就是小心谨慎的。比如说过马路，我们要 circumspect。这个 circle 和 circus 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讲的 ring 和 rink。ring 是戒指，圆圆的 ；rink 溜冰场也是圆圆的，是吧？那么 circus 它里面的那个场地是个圆形的，我们就称之为 ring。那在这个 ring 里面呢，有一个大师 master。他指挥各种动物啊，各种人啊，那么所以是马戏团的指挥叫做 ring master， 有的时候会拿个鞭子，会抽一些动物。midget 我们称之为侏儒或者 dwarf， 对这个词呢比较贬低，除非你在马戏团当中碰到，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某个人矮，你不能说人家 midget 啊。我们都知道 et 结尾呢是表示小啊，小猪 piglet 啊，大的巨人我们称之为吉安特 giant， 对吧？那么 trapeze 是我在马戏团当中看到的高空的一个秋千 trapeze， 注意这个词有两种发音，在美国呢我们称之为 trapeze， 一个是 tra， 一个是 tra， trapeze 是英式发音，澳式发音，那么 trapeze 是高空秋千，美式的发音。 juggler 是杂耍人，就往空中扔很多小球啊、小棒啊，连续蹦扔好几个叫 juggler。 clown 是小丑，这个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joker 我们看啊，好像有一个电影最近的 Joker 哈，很痛苦，很悲剧。Somersault 是翻筋斗，可能是个动词，也可能是个名词啊，叫 Somersault。其实这个词 sort 实际上就是袭击、跳的意思，啪一下跳出来啊，翻筋斗就在空中跳啊，翻一个跟斗。所以我们说翻跟斗，可以说 do a somersault 或者叫 turn a somersault。sort 就是来自于拟声词 so 的一声跳出来了，袭击 assault。那 insult 是侮辱啊 ，fire eater somebody who can eat fire 能吃火的叫做吞火的魔术师，tie rope tight 是紧 ，rope 是绳索，所以就是紧的绳钢丝，我可以在钢丝上走 ，walk on the tight rope。好，下面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啊，理解这些东西。第一个，被我们明显看叫做 circus c i r c u s。这里面拄着拐杖的这个男人一般就是 ring master， 中间这个圆圆的就是我们讲的 ring， 是不是？这里面有 dancer 舞者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叫 ring master。这里面有的时候呢，会整一些长得矮的人，我们称之为 midget。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明星，是不是 ？midget。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高空秋千，叫什么来着 ？trapeze 或者 trapeze，trapeze 或 trapeze。这就是 juggler， 空中扔小球啊，扔棒棒啊 ，juggler， 小丑 clown， 那么当然小丑也叫做 joker，right？ 那么下面就是翻跟头，叫做 somersault， fire eater， 吞火球的人叫 fire eater， 好，这个是走钢丝的人或者钢丝叫 tie rope， 那走钢丝的人叫什么呢？叫 tie rope walker， 加一个 walk， yeah， walker。Tie rope 就是钢丝。好了，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请关注文波点 TV 啊，或者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有任何的学习上的问题可以跟我沟通。谢谢大家，我是 Robert。